没事吧？没事。给老黄给大姨抱屋去。行吧。谁又给你穿上这了？扒老黄瓜去皮。用清水呢洗干净。去掉尾部，切成两半，在对半切开，用小勺把老黄瓜籽挖出去。这个老黄瓜籽呢可以补钙，我们呢留着吃。把老黄瓜擦成细丝，加入适量的精盐，搅拌均匀，杀一下老黄瓜中的水分。盆中倒入500克的面粉，5克的酵母，1克的面起子起到中和作用，一勺白糖促进发面的速度，然后用270毫升的温水先把酵母化开，再边倒边搅拌。搅成面絮状，再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放到阳光温暖的地方开始发酵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一块肉，切成薄片，再切细丝，最后呢，切成丁。要是不细发的话，再剁几刀。剁好的肉馅放到大碗中，我们再来切一些葱花，剁碎一些，放到肉馅中，加入十三香，再用热油呢泼几下，把葱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，然后搅拌均匀备用。这时呢，把老黄瓜攥一下水分，放到菜板上剁碎一些，再攥一攥水分，放到肉馅中，依次加入味精、蚝油、料酒、酱油，再来点香菜末，搅拌均匀，我们的老黄瓜馅就做好了。50分钟后呢，面已经发好了，用手按一下，不回弹，不回缩，面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呢揉匀排气，搓成长条，切成相等的剂子，再依次把每个剂子都揉圆按平，再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圆饼。老黄瓜馅呢，在包之前要拌一拌，接着呢，取一个饺子皮儿，放上馅儿，包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全部包好后，莲子上少抹一层油，然后呢，摆入饺子。冷水上锅，不用二次醒发，小火烧开后转中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开锅，香喷喷的老黄瓜馅大蒸饺就做好了。
喧腾不的？是，喧腾不的？嗯啊，喧腾。头一回吃老黄瓜馅儿吧？嗯，啊对，嗯。多喧腾是吧？喧腾，咱孩子是干啥？好好吃饭，好好吃啊！上了，弄你了。妈，那鸡蛋就是你吃吧。吃黄黄还不行。这顿顿吃饭这是干啥呀？嗯，好吃好了吗？嗯，爸，妈我妈我拿勺。嗯，妈我拿勺。妈你倒酱油，你蘸。啊。真鲜呐！嗯，这老黄瓜做馅儿挺香啊。妈，你多了。我说这老黄瓜做馅儿挺香啊。嗯，是吧？这个。妈，我拿那老那不够吃。我的妈呀！